是超级梦。是超级那个中国有嘻哈，有没有谁会模仿一段？我 freestyle 一下。跑车里想要一辆法拉利，再来多一点。想要钱软玫瑰，钱钱的都给靠五个疾病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学泰雅语？为什么不想？好，那你呢？你想不想学泰雅语？ I 不想。你不想啊？为什么？ I don't like。我现在五大师，我现在五大师，比比里面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币，一切都得靠五大师。谁会唱歌？我会唱歌。来唱。
五大师比比不啊，干你娘鸡巴！操你妈的吹喇叭！五大师比比，啊？自我介绍。我叫简世凯，我来自坚持乡。我喜欢开冰箱，喜欢开冰箱，喜欢打手枪，我喜欢打手枪。我操你妈鸡巴！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！比五大师不啊？比五大师不啊？不啊是什么？不啊是你的懒觉。比比是女生的比比，懂吗？哦，管呢，还要说吗？这个最有名的。你别听。加油！我要吃比。我想要上好高级的。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妈，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妈。是超级要我们试试。
OK， 加油啊，加油！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人家是有肖像权的。OK， 谢谢你。这公开活动怎么了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香港交代的，谢谢你。香港交代，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我。你终于要我要找你交代了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可以吗？画面过了吧？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，我不会找警察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香港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香港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此。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。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都有记录过。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。第三道，我们这么会卓溪乡，好吗？第四道，大家互相。桃园区，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。桃园区，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。海端乡，第八道，卓溪乡，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李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现在怎么了？你现在如果好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，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就算，好吗？喂，你看。我想加油！加油！准备专注哦！
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的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的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是超级棒。
是超级棒。11岁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几岁？11啊。我11岁怎么讲？我11岁哦，11岁不知道。你几岁？哇，10岁。我10岁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好来，我是男生怎么讲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是男生怎么讲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来吵别吵，我是男生会不会讲？你要讲啊。不知道。会不会？我是男生。会吗？不会。啊？应该没理贵。有正确吗？没。好来哦。我叫他给你放上去，你讲什么话就听到了。那个，我喜欢吃妈妈煮的菜，谁会讲？我喜欢吃妈妈煮的菜，谁会讲？妈妈的妈咪。啊？妈妈的吃饭，拉你滚呀呀，大妈。再讲一次。拉尼贡呀呀，干嘛？好，来旁边鼓掌一下啊！尖叫！好，那个爸爸喜欢上山打猎，谁会讲？爸爸喜欢上山打猎，有没有会讲的？爸爸喜欢上山打猎，有没有会讲的？你会讲吗？不会。
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的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的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Thank you.
但是是超屌的意思，比比是牛逼的意思。你是哪里人？泰雅，那是泰雅语。我知道他是泰雅语，我只有听过。你是啥？我只有听过你是。屌的意思。你是原住民啊？加油！我也是那个哎。超级棒。爸爸妈妈都泰雅族吗？对。哦，那住哪里？我住新竹县。我很少回去的，现在很少回去。你们是哪里的学校？中山国小。新竹。到饭店那个阿西。你几年级？我六年级。你也六年级？你是泰雅。跟他一样秀卵吗？听不懂，说谁就会听不懂。看我亲戚，我哥，我表哥。你讲。对。不是我的朋友，不要跟我聊终身。我没有共同。
只有太子向上要送门。飞太远，飞太远，你就可以。让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吹，我们一起吹，不止逆风，我们逆天。